有狗仔迄条迄款相片，写这款的标题。这个相片你是不是该向我解释一下？伊若真正对你有意思，我会心转的，来祝贺你。害我去给人石头路的，你去甲驾驶一下，替我出一口气。你去用石头路，跟我无关系啦。不甲你驾驶一下，你还袂开哦？你不爽啊？你干什么？放开啦！想啊！想我想要搁欺负蒙子，阿老板我一脚拄着，我绝对会放恁爽。迄间不是了蒙子，伊甲这个查甫的是啥物关系啊？查甫人嘛，总是无希望，你家己心内的查甫人面头前，闹开无面子，你来吓伊，来体谅。这间不是饭店，你去遐想要创啥？阮蒙子明仔载哦，要去五山集团主持订婚典礼啊。那呢，订婚的男方，敢是吴俊杰？伊敢有甲你讲订婚的女方是谁？既然廖蒙子无讲，无咱的代志，袂好白讲。嘘，你答应我好无？你若是看到纸头，你一定要回一个解释的空间。应该是三岁后生出来啊。你既然只要做出这款代志，我因为黄蒙子委屈等五年啊。我无想要阁耽误着伊，所以我一出来，我就马上要找你。啊，你还阁唔知哦？啊，明仔载蒙子就要甲布甲订婚了呢。